Welcome to my vlog。那今天呢，阿雅跟董都在我家住一天，看他们在做么。好chill啊！还自己跟冲减肥啊，每天拍 MV 啊。OK， 董维多呢就睡我的 studio， 所以呢，我的 studio 已经买了好几个地浪给他们睡啦。所以这个是 Andy 睡了，这个是董维多睡了啦。那我们来我家呢，就是这样子啦，因为我也没有其他客房啊。我们看一下阿雅睡的地方。喂，帮你有吹头发哦。哎呦，很温馨哦。OK， 这是阿雅的床，不过我还有另外一个，不知道为什么门没有打开。两个人睡一个单人床，你看几恩爱？没有，是没有看到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有床了不要睡，两个人挤一个单人床，马来西亚最恩爱的 YouTuber。这样我们还得让好睡吧？还是你要睡客厅也可以。我觉得你可以睡这个，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很舒服的一张椅子。我不敢说，我不给啊。可以，你在我家讲讲，你要理我看啊现在啊。你现在这个是拍什么？拍什么？拍 vlog 啊！拍什么 ？YouTuber。今天呢，我们已经节食两天了，这个人也在减肥，节食了多少天啊？三天瘦了多少公斤？看你的脸有尖吗？快点！我不想跟你这种破戒人讲话，你可以。尖吗？尖烂呐！你这种破戒哦，我哪有破戒？我刚才只是喝粉而已嘞。所以呢，今天他们两个去我家有一个重要的任务，就是等下我们要一起编舞。我明天拍 MV， 明天拍 MV， 现在才编啊！哈，几厉害啊我们！做工来，哇，随身带喽！哇，这个人随身带体重机来啊！我真的是太没雷啊！没太没我啊！啊，讲我们要拍 MV 的日子多久前了？啊，几久？有啊，有填到了，有填到啊！现在有百亿吗？之前百亿，现在之前百亿，来，你之前多少？一百，来，请站。九十九了，96。呸！减了3公斤哎呀你！95啊！就你条头，95.8多嘞。对呀、啊，我才减3天嘞。一天1公斤啊？很够。我本来是70啦。OK， 拿住。70很够了哦。你还减零呐？啊！老爷！喂！你这个坏了啊！对，我觉得你这个坏了。你再讲你本来多少？我本来110。成绩 OK 啊，哎呀，好像成绩最好。104公斤，也不是，你3点，他还没有吃东西嘞，3.2公斤嘞。你这个重了嘞，我觉得，哎，我本来105嘞，这个已经有问题了。你昨天吃这样多东西，这一定有问题了。毛线，有问题你才有问题啊。我没有理由72的。这个梗，吃饱就睡，睡饱就吃。来我家好像个猪一样，不过这不是重点，因为哦它太肥了，所以胆固醇过高，它现在就头痛了，痛到讲什么都不能做，就只能在家睡觉。然后我们要拯救它。来姐，拯救它，对吧？你怕？是不是你怕？不是，你不要会弄。我是不懂要弄哪里，弄来给它逮呀。起来录音了，等啊，屁股，快点起来，剩你而已，我们要补录啊啊！不会念名牌 ，Valentino， OK， 瓦兰，不是 Valentino， 不是瓦兰蒂诺，是 Valentino。我那时候唱对了，你唱错。Valentino。Valentino。鞋子要 Valentino。鞋子要 Valentin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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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
这个洞鞋子要 Valentino。Valentino， 拉长一点。Valentino， 你是个洞鞋子要 Valentino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给阿雅一个重大任务，就是我们有一个广告版的。那广告版呢是搞笑版，他们唱了，然后就到我唱认真版。认真版的时候呢，就我在中间，然后我跳一个他们很不想跳的舞，所以呢让阿雅来排这个很不想跳的舞。我要这样子。Oh you， 不要。就是要这种哦，出来效果也很好，我有点期待哦。OK， 到准备都跳，我很想看你跳，快点。好嘞了，起来。哎呀，叫他。我都会一点。啊，会一点了，看一下就会一点。哦，这样开歌。我是觉得很烦，你听一下，这个注意，你跳得很不干净啊，对啊。我们练舞去。怎么都要跟我讲？你们要吃东西就在下面吃，不要在上面吃。我在楼下吃没有错啊。嗯，因为他讲哎，你买了整只烧鸡回来。整只？你知道明天拍？对啊，不会肥的。啦，不要讲出来。我们两个在喝粉，他就买整只烧鸡回来。OK 啊。这种就是趁人家在井下的时候落井下石。哎，你看我有肥到吗？你没有的。我恐吓你肥。早安呢，各位，现在是六点啊，在这边练舞啊。OK， 今天呢就正式打仗了啊。今天呢我应该没有什么机会拍 vlog 给你们了啊，因为今天20个小时的拍摄，我会非常的紧绷，因为这次我也是做导演的，所以我看 MV 啦。OK， 我们已经到了这个 MV 拍摄现场了啦。这间厂呢，我真的是要特别谢谢这个老板，现场是开了20-30年的老字号，完全就是借我们来拍 MV， 不止这样，借我跑车，借我名牌包包，所以真的是要非
常感谢这间车厂，特别感谢一下 Lawrence 的，谢谢你。没有你的话，我这个 MV 的 concept 应该拍不到这么顺利。那这个 MV 呢，就是三个修车佬跟三个非常爱名牌的野蛮女友的故事啦。所以呢，里面的歌词非常的名牌 one wear。然后呢，这些跑车呢，都是这位老板借我，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哦，两辆都是他。这老板好到 steady 到我真的不懂要怎样讲，我要什么他就给我什么，而且刚好他又有，然后整间厂都是他打理的。那他有一个专修名车跑车的一个部门，所以呢，如果你们的名车跑车需要什么，他可以来 support 一下我们 steady gang 的这个老板。OK OK， 他就是帮我很多的一个老板，谢谢老板，真的太 steady 了。我跟你讲 ，steady 到啊，我真的是不懂得讲报答他。你们是有一个专修跑车啊，或者是名贵车的专业的服务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。OK， 他真的为国争光啊，他该为我争啊，为国争光，因为所有的台车都是他这边来的。不要乱讲话，你可以卡掉吗？谢谢 Lawrence。我们的第一位女主角到了 ，Baby Suki 啊，真的谢谢你们参与 ，Thank you， 我们都指定要你了。不然回去应该会给他杜莎死。OK， 我们的另外两个女主角也到了啦。这个，今天大家的主题就在这里哦。大家今天是饰演我的女朋友。直接跟她讲，到了三个小时。我至少到了四个小时。等一下我跟你讲，刚刚她叫我在那边摇来摇去哦。她叫我去取她的脚，在她喇叭上面。导演没有时间拍，我来帮他拍，这是导演的 vlog。导演不喜欢这样子的，导演不喜欢这样，导演喜欢这样挤挤一下，要挤一下，你要这样，你要这样。啊！导演喜欢这种事。Baby， 挤一下，不许输他们。你平常的跑去哪里啊？睡觉吧。哇，这个是好人的 vlog 哎，喂，这是好人的，不是我的喂。好人的不可以这样的，你看哎，你的名叫文艺，你一点都不文艺，你来摆一下那个 pose 过后。睡觉了。OK， 你摆一个文艺的 pose 来。OK， 好，这个是导演的 vlog 吗？我帮导演来访问一下，请来的这个第三女主角。OK， 来，请问你对你的 partner 满意吗 ？OK， 如果讲屁话，我一拔就拔下去。满意和满意。你就给人家扒过来，满意没？你的班嘞？有什么问题？没有没有，我个人是觉得没问题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人家有没有问题，懂吗？绝对没有问题。绝对没有问题。OK， 讲认真。满意，好男友，好男友。像你啊，我这么 OK，baby。怎样？你对你的今天的班那满意吗？非常开心，从早上。没有，我不要听开心这种东西啊，我们不喜欢那种开心哦。满不满意先？满意满意。帅啊，满意啊！哎，还有你，这样你有没有想要换版呢？所以主持人呢？主持人，你在这里我就勉强讲。没有，不要讲重话，不要讲重话，直接讲出你心里面的感觉，有没有想要换一下你的版？三个都很赞。我看他也是没有给人家扒过。哎，你想好了耶，那个 donut 你看好可以吗？那个 donut。你确定吗？你讲三个可以，我等一下我就换了。你是趴色哎？我原本不是趴色，我原本是 donut 的，他妈的他给我换掉，他的那个 size 太小了，他穿不到这个，所以我把它换。OK OK OK， 好了。这是好人的 vlog。好人的 vlog。好人的 vlog 进来了。今天我就是要在这里跟好人讲。
你哦，哎呦，好人哦，他从啾啾 dance 开始哦，就已经露出他的本性了，你懂吗？然后现在拍哦，越来越过分了，你看要摇来摇去啊，要坐在大腿啊，其实我没有看到啦，真的有咩？刚才有坐大腿咩？没有，没有坐到啦，没有在那边摇不了噻。不是啊，可能现在在哎呦你妈，他 dance 都不可以做。你看，好人嘛，本性露出来了。你也是这样的，其实。我什么？我那也是这样。我们三个都一样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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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绝对不是我。你们三个你是搞起来的，讲好，我们现在 testing 看看里面可以穿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绝对不是这样子，不是不是这样啊，嗯，剪下去啊，好人。OK， 你都懂了啦。我每一次拍 MV 就是压力压力压力，没有拍到太多画面给你。不过哈，我们又有来了一个超强的卡司，就是我们的 Royce。哎呦，谢谢你嘞，谢谢你过来。不客气不客气，谢谢你想到我。因为里面的歌词哦，就是有一个 Royce， 我完全没有想到其他人。他没有想到巧克力，他想到我。所以呢，这个 MV 哇，真的是又大牌又美女。然后我好像还没有拍另外一个女主角给你们，你们看。他叫文艺，我是讲找他嘞，就在 Instagram 找他，就刷刷刷，哎，哇，很漂亮这个女孩子，没有露事业线，109K followers， 大家可以去 check out 他，真的是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这么你不露事业线？因为我没有。要说你就是事业线。对，你就是事业线了。你看，他有这样容易109K没有露事业线啊。你们可以去 follow 他 ，Baby Suki 啊，还有 Sharon。哎 ，Sharon 我还没有拍给你们看呢。上次 Steady Gang 有合作过一下，给你们看另外一个女主角啊，还有另外一个女主角就是她，她饰演我的女朋友。Gladys 没有在。我跟 Gladys 讲，刚刚他们自己安排了自己的，那我对，刚刚讲过了，讲过了。然后我，你看我做 MV 做了几压力，我讲过什么我不知道。讲过一轮了，全部都。然后他，你刚才还叫我帮你录，我已经全部访问完了。哦，是啊，怪不得啦，我不懂他做了什么。这个人，刚才 Cam 交给他过就很危险的 ，OK。也是谢谢 Sharon Im， 好，可以去 follow 他，非常漂亮的美女。OK， 接下来呢，我们这个画面哦，非常的漂亮啊，韩国 MV 这样。不过呢，其实是一个喷气场来的，你进去里面对准一下，快。哎呦，你看，你美哦。你在里面啊，是会眼瞎，眼睛很痛啊，眼睛很痛啊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就穿病人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切那个感哦。其实这个 MV 的故事呢，就是为了买名牌包包给心爱的人，然后我们不慎卖感，不过最后呢，我们是痊愈了，哦，就是我们的女朋友 kiss 我们一下，我们就完全从一个很苍白的脸变回健康的身体跟脸色。所以要做这个 shot 哦，也是很难，因为它真的是一个摇，从苍白变有血色的脸，所以呢，这个 MV 则是很用心思，希望大家看得明白啦，非常有含义的。我在弄他，应该会真的死掉。屁股在抽筋，我听讲有人屁股抽筋，我专治抽筋啊。我这屁股在抽筋，我动不到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屁股抽筋是这样的，你看，你看吧。你里面没有穿呗？他里面穿麦一脱就来了哎，麦一摇哎，这个人真的，我穿麦一脱就出来。妈的，我们至少穿一个短裤哎，看，他妈一脱就跑出来，看，没有带短裤来而已。麦一摇真的发黑。
家只有如此，我有这种兄弟，我不要再把它录 vlog 了，放回去。拉好了，来，干杯，先来。我自己，我自己把你加进去。手很重啊，要三秒。那倒数没多少。3, 2, 1, go。对对对，没有这样快好了。可以了。你的脚不要太开，看到你的裤啊。好，预备3, 2, 1, go。那好啦。这个灯呢是专来烤那个车的气快感，所以很热的。我们把它变成那种手术室。好，白脸。热吗？啊，玩。就是而已了，喂。你能不能讲话？哎，你的表情不要这样快收啊！一路坐，一路坐。最辛苦的是那灯光师，他很靠近。你看，这是辛苦 production。OK， 刚才来了一粒烤番茄，现在我们来烤卤猪。卤猪。喂，应该要收半个人才可以。对，他的裤要给他收上去，黑色裤会看到。我以为是烤乳猪，原来是烤 baby 啊！你是来生的是吗？怎么你肚子可以这样大啊？啊请问怎么可以这样大、啊？可以送回去。你这样问就不对了。这样，收了对不对？已经呼了，他拍到你了。这个 view， 我的妈！这个 view， 哎呦我的妈！真的是，哎哎 ，OK， 你差不多算是生孩子。还要这样啊，练成几身啊，为了拉新我们全部画个病人装，所以记得大家去观看我们这一支 MV My Heart， 真的谢谢给我们这个场地的，哎，他就在这边，谢谢你。然后我好像有弄坏了你一些纸袋，接近24小时没有睡觉。Thank you，大家记得去观看这支 MV， OK， see you in the next vlog， 拜拜。各位观众，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要给大家宣布，宣。讲话都讲不准，宣布宣布宣布啦，宣布。你的忘词忘词都开啊！各位观众朋友。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跟大家宣布，就是我们 Steady 店终于开店了，而我们的店名就叫做 Steady All Steady All in One All for You。这个 AA 就是帮大家，就是帮大家解决你们所有的，不开啊，就是帮大家解决。这个 Steady AA 是要帮大家收集各种好看跟优惠的共享社区。不过我们现在先解决你汽车涡轮臂的问题先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成为你们的百科全书的新车，看到没有？我可是看车，那到底这个 warranty 是什么呢？如果你的车不是因为外在的因素坏掉的话，保险是没有个 claim 的，你们懂不懂？但是如果你的车现在突然间不能动，而且坏的是那个三个我们有保的 warranty 很重要的零件的话，那 warranty 可以直接帮你换掉，解决你的问题。OK， 那 MyV 来讲啊，如果你的 MyV engine 坏， transmission 也坏，电子板也坏，连 plug 也坏掉，这几样零件啊加起来会花上整万块来 repair， 真的是很贵的。现在呢，你只要付一个
最低500多块的问题，那你的车呢就能获得保障了啦，保你这些最贵的零件，原价是要800多块起跳，但是现在我们 Steady 跟代言啊，你只要用我们的 promo code， 你就可以以最低500多块买到这个 warranty 了啦，很顶啊！想不想知道更多？接下来由我们 Steady 跟你举动 ，Steady AA or Steady All in One All for You。Baby， 我穷到哭。